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将自己嘅产品喺 Google 全球最大嘅搜寻器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个视频，我哋教大家点样可以喺零成本达至呢个目标，让大家喺全球嘅市场里边遥遥领先，让你嘅产品喺国际舞台上一展光芒。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嘅海量数据变化。所谓海量，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，我哋要三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将佢睇晒。Google 搜寻有200多万，域名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，邮件服务会发出2000封邮件。我哋示范一个关键词俾大家 ，iPhone 5喺度，首五名嘅自然排位，首六名嘅自然排位我哋霸占晒。我哋讲嘅自然排位，呢度带出嚟个海量数据系2亿5500万，系2亿5500万嘅海量数据。首五名俾我哋独占龙头，我哋再翻去 video 嘅页面睇下，呢度带出嚟个数据系531万，全页俾我哋霸占晒，多咗两个竞价。情况都系一样，自然排位俾我哋霸占晒，竞价广告多咗，自然排位俾我哋霸占晒。去到第五页，情况都是一样。我哋今日讲嘅 video marketing 确确实实并非移不可及，而系近在咫尺。因为佢嘅优势在于今天嘅互联网光纤嘅年代，科技嘅提升，令到我哋要做个 video marketing 确确实实并非移不可及，而系近在咫尺。我哋今日讲嘅 video marketing 确确实实可以让你嘅产品喺海外嘅客户眼前一一展示。将你的产品功能应用效果在你海外的观众里面，你的消费群里面透彻地展示给他们看。这个是 video marketing 里面一个优势。我们在接下来的5月20号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重新出发。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的，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载报名参加，亦可以向我们 Boom Marketer 咨询一下。同时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全球化的视频平台，它是唯一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。我们保证我们承诺，在大家的广告播出之前，我们绝不加插广告去干预，让大家的广告视频可以在你的观众面前展示。同时观众无需要下载任何程式，就可以透过智能手机观赏你的视频，观赏你的广告。这个是我们的优势。多谢大家。